你说这个吗？你说王者画质是很厉害是怎么了？谁说啊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伙伴账号，我的画质很糊吗？家人们，你们看我的画质很糊？哎呦，我的天，好吵！就是反正就是每次这个声音的比例啊，在我的耳机里，我感觉就是不一样的。哇，他这个都没开启。嘟嘟嘟嘟嘟嘟！哎呀，耳朵要聋了。声音画质，画质在哪儿呢？不像吗？嗯，不是，不是谁在乱说呀？瞎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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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瞎搞瞎搞哦！又是一个，哇，又是一个。钻石，而且是钻石一，等于说我上完这个分，我就会上星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好的，那这位小伙伴，谢谢你把你的钻勺交给我。既然你相信了我，我不这一把就不会让你失望的哈。直接开始吧，开始匹配。哎，这是一个小姐姐的号，哎，玩了玩小姐姐的号，我会更认真，因为我就是觉得女生如果再玩得好。然后如果段位很高，会被大家更看得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哇塞，玩的又好，然后还是个妹子，还是个漂亮的妹子。所以这一把我一定要为你拿下。哎，我去当射手吧，还是当射手？被打成狗狗，废了？什么废了？你是说这个号废了？感谢迷茫送来的旅行车，谢谢迷茫。别给他玩输了，放心，不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玩的很好。我们进英雄，直接进一个扁鹊，还是谁呢？白起。我这进不了了，我进不了，我的家人们。挑选英雄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哦，大家赶紧关注直播间，然后咱们再抽一个只需要关注直播间的福袋哟，一台华为平板电脑，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学技术。我们来选英雄了啊，这三个英雄升级了呀。我看看我要玩什么呢？我们玩一个下路的。哎呀，他这英雄太多了，又是鲁班七号。其实我想玩那个马可波罗呀，好不好？请求帮抢，因为我的马可波罗其实很厉害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直播间给你们秀过，对不对？今天就让你们看一个。天哪，我好多皮肤啊！他这个女生好多皮肤啊！一看她证明是一个技术党，玩得很厉害。这么多皮肤，我们来选一个最帅的皮肤，哪个皮肤最好看？你们觉得？我看一下，这个感觉不错呀。是谁？还有这个，这个画了个烟熏妆，烟熏妆，画了个烟熏妆，这个戴了个鬼面具，选这个烟熏妆吧。我跟说，男孩子化妆，那会让这个两个瓶子死妈了，都没懂啊！你他妈过三个辅助，你选你妈马可是吧？你妈死了对吧？那这个一轮有病吧？在这骂人，为什么这个队友里面可以骂人呢？啊，五个射手，如果和这个队友里面两个啥意思啊？死妈了都没懂啊！你他妈过三个辅助，你选你妈马可是吧？你妈死了对吧？不是，我为什么不能那个？那这个一轮。我为什么不能关闭这个语音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关闭语音？我还能听到他说话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刚才骂人，我想关都关不掉。真烦人！这不是我在骂人啊，是这个游戏里面在骂人。我刚说是哪来的天外之音，哪在说话呢？这个男的在说话。我选了发育路啊，刚刚不是我选择的发育路吗？怎么结果我们开始不了游戏，他直接来个了五个射手，我真的是醉了，我真的是佛了，五个射手，对吧？把射手让给我吧，我帮你们看吧。所以我就说不能开语音啊，你看这个还没开始玩游戏就开始骂人了，这个素质，这素质极低，兄弟们啊，啥意思啊？好，进英雄，这下我要进一个敌人级，不敢进，好不好？进敌人级。我这把给大家秀一波马可波罗，啊？什么？又是鲁班啊？那不行，我不会骂人，我不会，我肯定不骂人的，我为什么要骂人？哎，马可波罗呢？是，
等一下，马可波罗，我找到了。